曾经名震香港的南海控股主席于平海破产了，震惊港人。要知道，于平海在中国的关系网可谓手眼通天，他在香港为中共摇旗呐喊也是公开的秘密。在他的公司需要输血的时期，竟被自家人中资伙伴放血破产，真是江湖已变，于平海不中用了。想当年。 他可是金庸先生眼中风光霁月般的人物。三月二十六日，香港高等法院向于平海颁发破产令，破产申请者为建设银行旗下的建银国际海外有限公司。于平海一方律师在当天申请押后聆讯，成交新证供。 证明于平海的南海控股股份价值足以抵偿所涉债务4.16亿港元，但被建银一方和香港暂委法官拒绝。于平海原本持有南海控股59.25%股权，持股方式是透过大地控股控制五家子公司，而这些子公司持有的南海股份早年有不少被拿出去抵押融资。 其中四家子公司占总股本百分之四十五点八二的股权，在二零二三年五月已经被建银国际的委托人接管。同时，建银国际在南海的权益已增至百分之五十点八五。另外一家公司斯塔富利资产显示，已有百分之四点六五南海控股的权益转移到了中信资本。于平海前妻龚爱民及儿子于本溪。 共同持有约百分之九点四一的南海抵押股权，也在早前转移到了中信资本。到此，南海控股的股权基本都被中共国家队大银行转走。南海控股公司有浓厚的中资色彩，大股东包括中国中信集团以及由中共国务院控制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仅从股东阵容就可见于平海。 与中共高层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么他怎么走到了现在这步田地的呢？于平海，一九五八年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平民家庭，在香港念完中学后去了日本，以教英语、中文和做餐厅服务为生。 之后又去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读电视新闻，因学费不足，一九七七年前后辗转至加拿大攻读政治经济学。十九岁，他创办了手抄中文报。回港后，他曾在港媒任编辑及专栏作家。于平海善于在资本市场连环收购，身价呈几何倍数膨胀。一九八八年。 他几乎零资本收购了当时菲律宾最大的酒店上市公司——马尼拉的希尔顿酒店，在收购了香港的南海发展，并成为南海发展的大股东及董事会主席。一九九一年，南海控股的前身在港交所上市。真正令于平海闻名全香港的是他对《明报》的收购。一九九二年。 金庸准备转手自己毕生心血的《民报》股权，有包括默多克新闻集团在内的十多家财团与金庸洽谈收购事宜，而最后花落三十三岁的于平海头上，在香港轰动一时。于平海被金庸视为可造之才，并且金庸觉得于平海眉宇间有几分神似他在美国自杀的大儿子。 于是有意低价出售《明报》给了于平海，《明报》当时在香港是一流大报。于平海接手后，当选为香港报业工会主席。他试图建立庞大的传媒帝国。他不仅在加拿大扩版《民报》，还收购了美国时代华纳的《亚洲周刊》，并自己创办了香港第一份使用电脑排版的报纸《现代日报》。一九九四年。 于平海成立了香港第一家网际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公司，同时他还创办了传讯电视，第一个在全球推出了二十四小时华语频道，并在多个主要国家设有记者站。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他亲自主导邓小平逝世的全球独家报道，从《民报》到电视，是于平海媒体传奇的顶峰时期。 但捷足先登的成就却没持续太久，传讯电视三年就亏损了一亿美金，他被迫卖给了台湾的孤政府家。现代日报抵不住苹果日报的冲击，不得不关闭。一九九五年十月，于平海被揭发早年在加拿大曾有偷窃等触犯法律的案底，爆炸性新闻轰动香港，于平海被迫从《民报》辞职。 并将所持股份出售给了马来西亚富商张小青，亚洲周刊也随之转入了张小青旗下。于平海渴望进军中国内地报业，好不容易与广东合办了《现代人报》，于平海对该报进行了上亿元的投资，使之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彩色日报。但好景维持了不到一年。一九九四年四月。 江泽民当政时期，民报记者习阳被中共以窃取、刺探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刑十二年。于平海头裹白布，带领民报员工到中联办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习阳。一九九五年，现代人报业公司被勒令停止业务，现代人报被迫停刊。于平海对内地媒体的投资宣告全部破产。 媒体帝国折戟沉沙，显示出于平海志大才疏的一面。不过，他在武汉创办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并能获取邓小平逝世的准确信息而独家报道，足见其对中共上层的公关能力以及与权贵家族的密切关系。一九九九年以后。 于平海看准中国股市、房市的政策敞口，不断收购上市壳公司、重组、上市圈钱。他再次获得了中共当局的大力支持，发展起 IT 科技产业、地产、影院和网络媒体等等。二零零零年，于平海重组公司后，形成了南海控股和中国数码两大公司。中国数码旗下包括中企动力。 新网与中科院合作的“红旗两千”等，曾经红火一时。南海控股旗下的大地集团涉猎电影行业，拥有大地影院、成天嘉和影城等多个影院品牌的上千家影院，影院数量一度超过万达。中共病毒疫情封控期间，该集团旗下影院全部暂停营业，损失巨大。 于平海也投资拍摄了几部亏本的文化历史题材的电影，其中他作为总策划的《孔子》在全球放映，以两千五百个电影拷贝的发行规模，创造了中国影史之最。这成了中共在全球推动孔子学院的应手教材，而孔子学院实为假孔子之名的中共大外宣。于平海不甘心仅被当做一个港商。 他在二零零八年创办了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两年后又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两个中心的理事长。于平海俨然是推送中国软实力的大使，替中共宣讲中国对世界以及中美关系的看法，并以文化学者身份受邀出席多项国际圆桌会议与二鬼对话。 于平海怎会被中共高层如此信任呢？原来他是经过了专门的思想改造。二零零八年，于平海进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学历现在显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就是这次特殊恩赐入学的结果。中国大学不是终身教育制度，五十岁的于平海。 如果没有得到中共高层，包括统战部门的信任和特许，是不可能获得入学机会并拿到博士学位的。二零零九年，于平海收购了海外的多维新闻网，接纳了原班人马继续运营。他再续传媒故事，文化人的分量也随之增加。 多维新闻之前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舆论发声筒。自余平海接手后，编辑部由纽约长岛搬到了北京的中国数码公司。中共大外宣小骂大帮忙的特点没变，只是转向了挺旗色彩。旅美知名作家何青莲在其著作《红色渗透》一书中指多维网有个特点。 每当中共内部斗争激烈、陷入某种矛盾时，承担放风辟谣的工作。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于平海注册创办香港零一，曾有一批颇有知名度的记者、编辑参与进来。在二零一八年高峰时，一度多达八百多名员工。创立之初，包容不同言论，随着中共对香港加紧管控。 香港零一在于平海操刀裁夺之下，愈显亲共色彩。二零一六年以标准算法，南海控股集团的总负债为二百七十五亿人民币，负债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四点一。于平海并不在意，他像一些习惯于高杠杆融资的房地产大佬一样。 相信中国房市、股市前景，仍然一如既往进行高风险的收购。二零一六年底，南海控股投资阳性商业银行，隔年再增资，共计投资七亿新台币，约三百万美元，成为阳性第五大股东。阳性商行被指为台湾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家族的银行。 当初有人曾质疑南海控股为大陆资本，因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而不应该出售银行股权给他。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底，南海控股突然宣布将吸收阳信银行百分之二点七四股权，现金代价七点五四亿新台币，约二千三百万美元。出售事项之所得款项。 用于偿还集团向独立第三方取得之贷款。这笔购买杨信银行股份的投资款，正与建银国际追讨不成而致于平海破产的款项相合。二零一七年三月，建银国际购买了于平海间接控股的英属维京群岛公司皮蓬有限公司发行的债券，担保人为于平海及其大地控股有限公司。 皮蓬未能如期于二零二一年还款，南海控股宣布出售阳信银行的全部股份来还债，但是并未见到有人接手的下文。正所谓祸不单行，让于平海揪心的事是一件接一件。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南海控股港交所停牌，原因是他没有如期披露二零二一年度业绩。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平海的多维网突然关停，团队大部分人被解雇，少数归入香港零一。对此，海外著名自媒体人李牧阳分析，南海控股因受疫情影响，自二零二一年起已累计亏损达近五十亿人民币，但董事会不选择关闭旗下受影响最重的电影院业务。 反倒停止员工数仅五六十人的多维新闻的营运，显然是出于政治因素。时政评论人士张杰发文说：“多维偶尔也会发一些批袭的文章，但更多是带风向。我猜测他属于中共某派势力，可能文章激怒了习。”二零二二年六月，建银国际入禀香港高院提请。 向于平海及其两间公司连本带利追欠款共四点一六亿港元。二零二二年七月，于平海与南海控股被招商银行起诉到中共高等法院，指于平海方面欠债约五千三百四十多万美元。招商银行还要求声明，作为抵押品的成天嘉和中国影城全部股权属招行持有。 于平海在二零一七年签约，以三十二点八六亿元高价收购市值仅十六亿多元的成天嘉和，还没带来回报，就要被招行拿走了。有了招行的联手追债，于平海是再难腾挪。二零二三年十月，建银国际向香港高院申请于平海破产清偿。香港建银国际的董事长。 是中共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女儿栗前心，栗前心也是中共“一带一路”总商会理事会副会长。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十一岁的栗前心获香港特首李家超委任为太平绅士。有分析人士指出，于平海破产，北京意在取得他南海控股的阳信银行股权，借以渗透台湾。至此。 南海控股几乎所有资产股份都被中共国有背景的大银行所有。随着香港高院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的一锤落定，于平海资产基本化为乌有。他在三月二十日还撰文欢呼《二十三条》新国安法在香港通过，并称来得太晚，这也给他的破产增添了令人难忘的喜剧幽默。接下来。 台湾人恐怕会关注阳信银行的股权是否会被建银国际所有；香港人可能想知道建银国际在接管南海控股之后，会否让香港零一活下去。身边的熟人朋友谈起于平海，大多都认为他是中共的白手套。以前他既可以为中共权贵圈钱，又能搞统战。 所以，中共帮助他成功打造形象。现在，中共银行把暗中的借贷债务亮出来，并直接让他破产，而不是帮助其重组，说明于平海被中共抛弃了。股市和房市崩塌，断了于平海的财路。香港内地化了，洗当局连小骂大帮忙也不能容忍了。于平海对中共高层还有什么用？ 卸磨杀驴是中共的惯性，于平海被丢弃，有价值的资产被割走也是必然。以玩资本和抱中共大腿兴起，也以此而跌落。于平海可说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